第十五周赛程完结，闪电队先赴纽约，再零封喷火战斗机。我是石雪战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本周的闪电五家精彩时刻。本周五家第五位，看 Gusby 和 IDK 的精彩双人配合，黑客入侵，技能封锁，流星飞锤送你回家。本周五家第四位，看闪电工程专家 Adora 灵性绕后，托比昂熔火核心铺路，伦敦双斧的退路是黄泉路。本周五家第三位，看 Gusby 再现艾氏传奇，一声令下，鲍勃提枪入库，弹无虚发，斩获三杀。本周五家第二位，看孤雪智勇双全，技压群雄，激素星星冲锋陷阵，避敌锋芒，再杀鬼马枪。周五家第一位，看 Gusby 全是牛仔的复仇，极限走位，撕血逃生，盛怒阎罗，四杀情场。好了，又到了本周的 TOP0 环节，520的祝福你收到了吗？来看选手们热情互动。纽约星星送上杭州麦克雷爱的壁咚，粉红巴蒂甘当配角送上烟花祝福。那么本周的精彩回顾就到这里了，进入五月区域锦标赛阶段，众强队竞逐冠军之名，杭州再战宿敌首尔，荣耀究竟鹿死谁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